前面的一点点说话，应该你的跟演唱者零点五公分。这边是左右啊，这边是上下。好，其实我蛮喜欢这样距离很近的演唱，放松。那个有时候在那种场地啊，很高级的场地，舞台很厉害，很高，然后那个灯光什么什么都很炫，这样，然后一打灯光一打啪，就看不到台下人的脸，这样，那种有时候还蛮恐怖的，说实在，这样还蛮好的，就大家脸都会清得楚。那每次只要有人，只要这门一打开，所有人都会这样，其实蛮有趣的。对，好，那个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别忘了你自己》。
谢谢。